啱啱大家咧聽過我拉少少呢一首 Mazas 嘅練習曲啦，其實叫做練習曲，但其實係隨想曲，係寫得好好聽嘅。咁但係咧，亦都係有練到某一種小提琴嘅技巧。咁喺第34呢一首嘅練習曲嗰度咧，佢係寫住練 staccato。咁但係呢種 staccato 咧，主要係用上弓連續嘅上弓去拉奏嘅。咁而家我想俾大家睇下係點樣去拉到呢一種嘅 staccato。嗱，首先咧開始嘅時候咧，唔好喺下半弓開始，因為咧你用下半弓嘅話咧，因為我哋想呢啲上弓嘅 staccato 咧係連續響弓尖至到上半弓或者最多至到中弓呢個地方去拉，你過咗中弓咧就好難拉。咁如果你一開始係響下半弓嘅話咧，咁你諗下你支弓要行幾快先去到弓尖，咁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唔好響下半弓，高少少，可能喺中弓，大概中弓呢個範圍。嗱，我拉一次咧係應該要有嘅速度 ，Allegro Moderato 3-4。所以咧，你見到我拉完之後咧，我支弓仍然都係響上半弓嘅範圍。我哋拉呢啲上弓嘅 staccato 咧，唔好將嗰啲力度啦，或者嗰啲步驟啦拆開曬。我想大家咧，將用力嗰一下、上弓嗰一下同埋放鬆咧呢幾樣嘢咧，係變為一個動作。即係你呢個音咧，你要包含曬呢三樣嘢，千祈唔好去諗啊！我用力喐，然後就放鬆，咁樣咧，你始終係唔能夠好有一即係好一氣呵成咁樣拉，你就係會去慢慢分析，哦放鬆，然後哎呀，原來我唔記得咗放鬆，淨係記得喐，但唔記得放鬆。我再講多次，雖然我拆開嘅時候，我話俾大家聽係點樣做，但係實際上做出嚟嘅時候咧，無論你用乜嘢快慢都好啦，你都要一整個以一整個音去拉。整套感覺去拉，大家啱啱睇咗幾分鐘影片啦，唔知道你覺得有冇用？如果你覺得有用嘅話，請你訂閱呢個頻道，因為越多人訂閱啦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啦 ，YouTube 先至會將呢啲影片咧係俾更加多人睇。咁所以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，可以考慮，唔好考慮啦，直接撳個掣啦，用少少用力，然後放鬆，兼且上弓。你聽到我話係放鬆同一時間上弓，就唔係邊就冇分先後嘅。同埋咧，你停咗之後啦，停完之後咧，你係立即咧準備下一個音嘅，唔係拉完之後我再停再點樣。其實你係已經諗定下一個。另一樣咧，我想大家試一下嘅咧，唔好用嗰個力度，唔好淨係將你嘅注意力留意擠響嗰個力度嗰度，你仍然係以一個好似 scale 一個旋律嘅方向去諗。旋律啦，同埋音色，即係呢兩樣嘢咧，我覺得係比喺計算用幾多力啦，點樣準備拉幾多弓啦，係更加有用嘅。我哋成日話拉琴啦，或者練琴啦，都係要褪後一步，要整個樂句或者整個音色去睇，唔好將注意力擠響某一點嗰度，因為好可能喺你咁樣做嘅時候咧，你係距離你想要嘅效果咧越嚟越遠。同埋你見到咧，我拉嘅時候咧，我唔係好實嘅力，我唔係好死嘅力。你越係用得多力咧，你越係需要放鬆，需要早啲放鬆啦，同埋要放鬆得好多。咁你要重複做呢啲上弓嘅時候咧，咁你右手咧嗰啲力度就要好忙碌啦。你可以想像一下，好似揸車咁樣。如果你一次過俾油俾好多，然後你自然你想架車停低，係咪？你想架車停低，咁你又要用即係踩實個 brake， 要實好多。即係架車越快啦，你個 brake 就要越實。如果你想佢停低嘅話，咁所以我哋冇需要一開始係俾咁多力噶，
正如我哋而家拉琴一開始嘅時候唔需要咁多力噶，我哋其實只係需要音同音之間有一個停頓，係咪？就唔需要咁硬嘅，尤其是佢首歌都冇寫住要乜嘢好大聲，好明顯嘅用力。就算你慢練都好啦，你要有一個方向，你要知第一個小節咧係向住邊一度。第一個小節其實係向住第二個小節嘅第一拍呢個長音。Rest， 向住第下一個小節嘅呢個長音。在你向住嗰個長音拉嘅時候咧，你應該感覺到得得得得，你仍然係感覺到四個音為一組嘅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得。喺你嘅右手要有呢個感覺，你右手咧唔係純粹諗哦，我用幾多力，然後放鬆，用幾多力放鬆，唔係呢一樣嘢，你要俾啲信心右手，你要少啲干預，你唯一就係。看看可不可以给右手有这个，其实是你听到有少少渐大的，正常是应该有少少渐大，我们想给人听到那个感觉的方向是向着某一个音，那你之前一定要有一个 crescendo， 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个 crescendo。 Rest end，另一樣嘢咧，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啦。我喺每次上弓 staccato 嘅開始咧，我都係用好少弓噶，或者仲更加要少啲，就千祈唔好調轉咗。如果你係咁，你睇下，如果你唔識得提自己喺開始之前要好少弓嘅話咧，咁你後邊就會唔夠弓噶啦。小弓，小弓，連續的落弓，我們回去弓根，講一點連續的落弓，一定要感覺到其實是一個好像波浪形這樣的動作，就千萬不要就這樣向下下下，如果你想出嚟嘅聲咧係唔好咁硬嘅話，你要有呢一個波浪形嘅動作。你要感覺到落去嘅時候咧，你嘅手指尾啦，同埋你嘅食指咧都係放鬆。你見到我手指尾係彎嘅，如果你手指尾係直嘅話咧，係難好多咧，做到一個鬆啲嘅感覺。為什麼我覺得這本 Mazars 是寫得很好呢？雖然它是練習曲，因為它是有變化，它將技巧都可以以一些很簡單的方法，譬如 scale， 以 minor scale 是寫出來，譬如這裡呢，我們就去了另一個 key 了，去了 minor， 去了 C minor， 這裡還是 major，
大家會覺得，咦，頭先你嗰下嗰個 C 音咧，點解會去咗下半弓？嗱，因為我冇喺個長音嗰度咧，之前個小指嘅長音咧，我唔記得提自己啊，唔好過中弓啊。咁有時會嘅，你會過咗中弓，咁但係你要救翻咯，你唔可以係係咯，即係你要盡量拉啲好嘅音色，即使你唔覺意去咗下半弓，繼續啦 ，three four。冇花巧嘅，全部係好清楚、好平均嘅。另外咧，睇下你嘅第四拍呢啲一拍咧，可唔可以拉足佢？好多人咧係成日忽略一個 slur 或者一個連弓，或者譬如連續嘅上弓咧，如果最後一個長音咧，成日嗰個長音咧都唔夠長嘅。我自己成日提我成日提自己咧，逢係呢啲長音咧，寧願拉得長少少，拉足少少，俾人感覺到一個圓滿嘅，有個圓滿嘅感覺，好過咧係唔夠或者係掹掹緊。One and one and。上弓的 staccato， 而又不想那么枯燥用 scale 或者是用空弦去练，那不妨呢是练一下 Mazzaz 这一首第34首 staccato。 好多谢大家收看，下一集再见。